冷白暖白二选一，穿出你的命定色。冷白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有距离感，暖白就会比较亲切。这个衬衫它很特别，它也是短版的，这种白叫冷白。冷白，你要去约会的话，白色的针织会比较温柔一点。TVBS 娱乐台40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莫德大，想时尚。